东京迪士尼求婚，女主角。你好，在全部人都在看着我的手机。来日本就是馋这一口。他很快乐，《灌篮高手》的忠实粉丝。OK， 我们终于上场，千辛万苦，真的。今天有个重大任务，就是我们要帮一个朋友去东京迪士尼求婚。那个朋友你们应该也是懂的，等下就揭晓给你们知道。OK， 现在我们就还有一个小时才到东京迪士尼。从火车去地铁的有 feel 了，好迫不及待耶！我们到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 Disney 跟我想象中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但是这边的建筑物都是比较专色系的，所以如果你要梦幻的话，你们去 Disneyland。咦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这个就是 Disney， 这个很像 Universal。之后有 feel， 有那种欧洲小城镇的感觉。女主角到底在哪里？小西不要管她先，我觉得买我的头箍比较重要。代表月亮惩罚你。sorry， 那个是不同角度那位。sorry。然后你要找的是江娜。我是想要米奇老鼠那个，不是 bling bling 啊。看我长什么样？你这看起来很笨哎。这个真的是老鼠来了。买了这个头饰之后走路都有风。哎，你没有买的？我没有，我不是小孩子。走在这个乐园，我觉得自己突然很对哦。刚才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现在是对哦。给你们看看1月1号来 Disney Sea 会排多长。Oh my god， 看不到镜头啊。不是同枕，它是镜枕，拍照好看，很震撼。但是今天我们的任务不是这个，快点，我们要去找到他们了。女主角还没有出现，男主角都还没有找到，又跑去买这个，又找去拍这个，又看火什么的。找到了，男主角啊，男主角，紧张吗？有点，紧张啊。今天工作。摄影师，我要把它拍进我的 vlog 里面哦。我们来跟小西求婚，我们来看着小西被求婚啊！对，我们来看着小西被求婚。OK， 现在的安排呢，就是哦，我们等下趁小西排队去跟那个吉祥物 Duffy 拍照的时候，她的男朋友就会出来，然后求婚。拍这个跟吉祥物拍照要40分钟，所以我们等下也要一起进去拍，然后就假装不知道，嘻嘻哈哈这样子。女主角，现在。OK， 现在开始进行40分钟排队，40分钟后见。他现在还在愉快的聊天中，浑然不知。等下我们的机会。你看我们强哥连衣服都换了，要到了。我今天可以到一张街，放一眼，你们两个都给他，我还可以这样啊。你看的。在一起风风雨雨这么多年，请你嫁给我。哎，求婚成功。OK， 有人气啊，人气多一位。OK， 我们出去。要不要看魔术？噔噔，我带了 Nothing Phone 出来，很亮。现在全部人都在看着我的手机，回头率记者在这里后面全部一直看我手机。哇，很美哦，这边。这里很美，我真的是觉得很美很美。你看那个夕阳，我想哭啊！我看到。哎，想哭之前你拿一下，我单手很累啊，拿着。自己照脸照脸。找到 Nothing Phone 的用处啊！真的是看不到，你看我拿掉。哎，好用，拿来打光啊。那这里真的很美啊。真的很美。我觉得那个夕阳橙色、哦，光 ，Hello。那个夕阳真的是，哦，好美。
很多人看我。你看那个灯，你打右脸，我是要左脸呢。Hello， 很好，很好，很美。在日本的第五天，早安，美好的 day four。今天我们去竹地吃五色海胆饭，也太多人了吧？只要觉得人多的地方，就是那个海胆饭的地方。没有太长，还可以。这个应该要等一小时吧？20桌张桌子啊，这个也是很红哦，这样子。我们去别间了，这个太多人了。大福看起来好好吃哦，买到了一个漂亮的大福。OK， 带回去给看。我果然有吃你，哪回来在我面前吃了？所以手机有的吃了，我都还没有的吃啊。我刚才用全日语跟人家全程买完东西沟通哎，阿诺啊，大福过一集啊，然后他就哎350块惨了，我忘记怎样讲，但是我知道他是讲350块了，然后我就哎我就拿350块。阿里嘎多哥代吗？三百酷狗。啊，对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总之我最后就讲阿里嘎多哥代吗是完了。我 close 上你嘴巴咬东西可以了吗？它这个抹茶沙真的是好像 ice cream 这样子。我跟你讲，抹茶沙真的有沙的，可以咬一口那个 strawberry 吗？又甜又香，又完全没有酸。就到我们了。哦，这么好吃，能给一下？这个是我们要叫9600元，五色海胆饭来了，最期待的部分来了。五色海胆就是这五种：北海道的、北海道的、岩手的，然后两个北海道的。来日本就是尝这一口。整个捞均之前哦，我先每个味道试一下。鲜它鲜到啊，有一种咸淡的味道，是又甜的。这个是比较黄一点的，不懂是哪一个。这个稍微有点铁的味道哎，这个另外有点回忆感。第四个，这个没有什么味道。第五个，这个是奶油味。现在养饱食醉，我们就来游竹地一下了。又带回来买了，买多三粒，这个真的很好吃，我不能停哦，所以打包回去。姐姐这边太好买了，你们一定要来竹地。超大蟹了，贵哦，贵了一点，但是真的很大个哎。哇，天气冷冷吃。很新鲜，海洋的味道。最繁忙的十字路口。我们来到涩谷就是要找这间东西 Shibuya Scramble Square， 网红打卡点，很适合我这个假网红。上 Shibuya Sky 不能带包包哦，只可以带相机手机罢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放老歌。哇，带你们看 Shibuya Sky， 哇，很美，真的是很美。哇，你看到后面映入眼帘，真的很密密麻麻哎，哇，很漂亮。现在在排队拍照，你没有听错，拍照是要排队的。网红打卡点，自己全部人在排队，一人5分钟哦。哇，所以我一去到哦，要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怎么，有没有比较好看？喂，可以哇。真的啊？副牌 ，Ready and Go。Spider-Man 呢？喂。
智男的晚餐，这个日本牛，哇，你看那个纹路。怎样？满足，满足，满足还是甘愿？甘愿了。在日本的第六天，今天是 day six， 等下就要出发去镰仓。我们要去的地方，你知道会剪进去的吗？为什么这个火车有两层呢？匆匆忙忙，我们终于上到了这个直通镰仓的火车，给大家看看，很舒服。然后。对，重点这个火车是两层的，现在我们在三层，它其实是有三层的。然后我们选了三层，因为三层可以看风景。为了镰仓观澜高手的那个实景取地，我穿了一身校服。到了，现在还要换到另外一个火车。叫做江之电列车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到我们要去的那个火车道旁边。我们不要管他们，我们现在直接去餐厅拿位。这个餐厅是可以看着那个火车然后吃便当的，但是估计会很多人，所以我们要先去拿位置。它是可以对着火车路吃饭的。感觉来镰仓哦，就是一个朝圣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们有看的话，你们一定要来，因为每个地方都是很有 feel。你看阿 Ken， 他很快乐。他是灌篮高手的忠实粉丝，准备先，每隔十分钟火车就会来一次，而且是一来一回这样子，两边一起来的，很可爱呀、啊，这个火车很漂亮，很好拍，怎么拍怎么美，一直来来回回这边走，一天都不是问题，一定能出片。我今天的午餐是在马路，是在铁路旁边吃蛋蛋。吃鸡蛋，他还给我们这个东西，然后等下我们就打到它起泡这样子，它的特色。OK， 发蛋时间，发蛋它变圆的那种，知道吗？哇，这个学生妹专负责帮人打蛋嘅，吃个饭都两辛苦。一边看火车，一边打蛋，会比较有 feel 呗。Enjoy， 哎，还真的有火车。哇，很漂亮耶，这边很好拍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拍照声音，就哎，好像小鸟叫哎。走下又看到一个很有 feel 的海边餐厅，这里真的很 chill， 我就看着海，听海浪声，然后好多人在遛狗。Hello. 这个我们可以飞那边哦，可以搭火车搭两站。直接去到五分钟就到。我们为什么要走路？因为我们选择来欣赏一下这个海景。看了十几二十年 Slam Dunk， 终于找到了。哇，但是是真的美啊！是这边吗？是。来到这个从小看到大的地方，挤海，准备要拍照，但是他在睡觉。累了，累了。拜拜，晴子。晴子，拜拜。
镰仓一日游到这边结束了，因为已经黄昏了，太阳开始要下山了。哇，你看那个 ，OK， 现在我们就搭回电车回去东京，然后找晚餐吃。很多浓度的那个抹茶给我们找到了，买到了。我们选 super strong 的，就是 level max。哇，深色嘞，美丽。呀，你们知道现在几度吗？五度哎，五度呗，五度啊！看到吗，英雄，真英雄来的，我得好冷哎。Cheers！ 我觉得它还是会带甜，它不至于苦到涩，它就不会像喝茶的那种，它还是会带甜。这个很好吃，是吧？啊，它还是香甜的，它不苦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腌菜。我们的朋友有兴趣这台电话？然后有 message 还是会亮，拍照的时候也会亮。你影相有嗰个声好好好听啊！哎，你影相？系。哇，我的妈呀！好吃吗？你吃的吗？来，我要问一下，你介绍来的时候不要问你。它是 miso base， 然后有点辣，这个是 rich 的辣，放点辣椒，然后这个 light 的，来叉烧，light 的会比较好吃。在日本的第七天。Day 7，今天是在日本的最后一天，我不想走哎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喜欢日本。我第一次来哦，我整个感觉我就觉得日本整体给我的 feel 太好了，又安全，东西又好吃，人也很好。噔噔，今天我们去吃炸猪排饭，回之前要吃一顿。我的小红书 list 里面有的这个东西，今天的穿搭给大家看看，这件外套我穿了很多天，你看它的袖子是这样子毛毛的，可是这边是羽绒的，然后又有这个毛套。你还讲过年到五号休息五天，我的猪排吃不到猪排就不肯定。我真的很喜欢日本的阳光，没有真的。为什么讲日本怎样拍怎样美，是因为阳光好，吃不到炸猪排饭，所以来吃炸牛排饭安心经营。结果今天的午餐只剩下两个人，因为阿 Ken 不能吃牛肉，然后这边 menu 只有牛肉，所以他跑上去吃别的东西哦。 OK， 现在上了一个这样子的炉，等下我们就拿那个牛肉上去烤烤。其实这个牛肉已经烤好了的，但是还是给我一个炉，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熟度不是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再重复烤，烤到更熟。山药泥拌饭，最后一餐给我吃到这样好吃，我无憾了。由于我们不吃牛的关系，我们再来吃炸鸡啊。你看这个最后一天在日本，终于来 shopping 花钱，把钱花光，为国争光。要去机场了，我们下次一天后才回来的，因为实在是太喜欢日本了，很不舍得。下次我要去北海道，拜拜，日本。